小伙子终于等到你了，快试试我给你准备的装备。破卡破卡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要等我？难道你忘记了吗？你可是最强的反骗导师啊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没事的导师，再试一次吧，你一定能记起来的。好熟悉的感觉啊。不行，头好痛。终于记起来了，原来我是反骗导师啊。所有黑巧棉花糖导师全给你吃光，一甲绿帽十字弩手速再快也流泪，所有片装导师你们的噩梦来了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出征打呀。一阶逃生启动。开局之后，我们先把扬声器闭了，再转头看有没有导师。果然有一个导师，看我怎么制裁你。看来这个导师还是有点狡猾的，居然边走动边骗。对于这种狡猾的导师，我们不能着急，不然就很容易失误，哈哈，直接没收老鼠药。这个导师居然还有一块黑巧赛季初就敢这样骗，可想而知这个导师是有多嚣张。我们把一甲还给导师后，一定要疯狂点存包，看到没有，直接没收巧克力。正当我想问候这个导师的时候，他居然又掏出了一块白巧克力，太嚣张了，必须吃掉。还是老样子，一甲还给导师后疯狂点存包，这样就可以没收巧克力了。两块巧克力太香了，为了净化地铁环境，这边果断选择开麦问候。不是老弟，就你这个手速还这么嚣张是吧？拿两块巧克力骗你是怎么干的呀？全给你吃掉。导师想要回来根本不允许，直接秒退。两块巧克力太香了，啥也不是，散会。